艾拉和Albert都是我请来的客人，大家都是校友，相遇纯属巧合。巧合？艾拉，我真佩服你，总有男人替你辩护。在Hush的时候，好像有个叫Ethan的老男人也是这样，一路吹捧你，还让你当上了高级软件工程师。 不过他呕心沥血般台上高位，你竟然就这么随便放弃了大好前途的工作，现在还跑回中国。伊森是位逝者，请你说话放尊重一点，顾及一下彼此的体面好吗？体面？你最好不要跟我讲什么体面。像你这种被 Hush 扫地出门、灰头土脸逃回国内的 loser， 还要讲什么体面吗？我离开 Hush 是我自己主动辞职。 回不回国是我自己的选择，这跟体面没有什么关系。是受不了在我爸爸公司打工是吧？还是无法面对 Albert 已经离开你的事实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结婚那天你来了，还穿了一件白色礼服。怎么，穿白色礼服是为了祭奠你结不成的婚吗？Selena， 请你不要去随便揣测。 如果你足够相信你的家庭跟丈夫，就祝你们永远幸福。那谢谢，我一直很自信。在任何方面，我只是善意的提醒你，有些巧合般的相逢，如果你够自重，就应该懂得去避免。艾拉，你有必要这样吗？有必要。 不介绍你的校友们给我认识吗？啊，我来介绍吧，这位是 Lucy。 你好，我是 Albert 的学妹。你好 ，Selena。你好。去帮我看看。谢谢。iQIYI Strange Name Amazing Shows。